Oho! Oh, 凌晨一点就已经来这里排队，排到现在十点多，已经排了八九个小时。Hello， 同学们，苹果公司在大中华地区的第55家 Apple Store 零售店，今天在深圳罗湖万盛城17上行广场这里正式开业。这里人真的是人山人海，非常非常多人排队都看不到队尾。对，他们主要不是为了买苹果手机，而是为了领一个免费的纪念 T 恤。我问了一下，有人是凌晨一点就已经来这里排队，排到现在十点多，已经排了八九个小时。正式开门之前，我们感受一下现场非常热烈的气氛。时间快到了，根据苹果的惯例，里面的员工出来跟我们击掌，现在可以进去了。我们已经排队来到了店里面，现在已经领到了这个免费的 T 恤，来参观一下这个店面吧。据说这里的地面花岗岩来自福建厦门，而这里的木质原材料来自江苏张家港市。这里是 iPhone 专区，这里是电脑区 ，iPad 专区。是某商场内三家手机品牌的一个流量对比，左边是小米的门店，有人在看智能家居，有人在看小米的配件，也有人在看小米的手机，算是流量最好的一家。而右边是一家 vivo 的门店，很多年轻的消费者直接进门就要看这个 vivo X90 系列，算是一个性价比打到线下的存在。而中间的荣耀门店就比较尴尬了，除了两个店员之外没有任何的消费者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